哎，林哥，崇拜偶像到底好不好啊？其实崇拜偶像是一个人成长过程中的必然现象，每个人都会崇拜偶像啊。但是如果是健康的偶像崇拜呢，就会给你带来这种一种精神力量。是，哎，所以就是说呢，适度的崇拜偶像，对于一个人的这个成熟还有呢发展呢是有利的。对，好，那马上呢就让我们来欢迎啊这个刘文正的头号粉丝，来自于霞光四射队编号八的张庆福，给我们带来这首歌曲《寻》。谁也不知道，我心在燃烧，燃起爱的火，也开出了情的苗。没有人知道我心破碎了，夜里不能眠，分分秒秒去不知不晓，是谁带走了我的梦，也带走我的笑，让我时刻在烦恼，让我丢弃了欢笑，到底什么人是我是如苦恼，爱人不见了，哪里去寻找，爱人不见谁也不知道，我心在燃烧，燃起爱的火，也开出了情的苗，没有人知道我心破碎了，夜里不能眠，分分秒秒去不知不晓，是谁带走了我的梦，也带走我的笑，让我时刻在烦恼，让我丢弃了欢笑，到底什么人是我极度苦恼，爱人不见了，哪里去寻找，爱人不见了，嗯，对对对。